今天我们又来吃鹿茸菇煲鸡汤。这次的鹿茸菇更小更嫩一些，新买出的这个鹿茸菇，姐妹们到家清水洗一下，拿来煲汤，拿来炒，炒腊肉，炒五花肉，炒瘦肉，炖鸡汤，炖鸡肉，炖鸭肉，炖排骨都行。烫火锅凉拌，脆嫩脆嫩，四包更划算。鲜美，我是最后几分钟才放的鹿茸菇，然后就这么炖一下，我就放了姜，放了葱，放了盐巴，吃饭喽！不要把那个搞掉了哦。
虎皮鸡爪，虎皮辣椒，还有一个红烧茄子，还有腊肠。也要把千千糖搞掉了。姐妹们，给个小红心，感谢，感谢大家支持啊！嗯，我今天爽了呗，十二天。茄子跟辣椒是我自己种的，过两天辣椒吃完，长了好多茄子。嗯嗯，米汤，有。